Hello， 大家欢迎翻嚟个 channel 啊 ，King。今日咧就做 reaction 啦，都系。咁啊，今日做呢一个咧就系、live 音乐会2021年。咁啊，近排咧就睇到好多留言啦。咁啊，首先唔好意思先，因为我好难即系每一个留言咧都回复。我睇即系都会用好多时间去每个留言都会睇，但系真系每一个留言。都比較去難去回覆，真係唔好意思，因為時間有限。第二樣嘢想講咧，就係、有人就同我哋，即係有人同佢講啦，咁叫我唔好成日睇舊片，就睇翻啲新嘅片，咁啊費事即係好似同啲即係觀眾嗰個距離即係爭得太遠。咁我呢度想講一講啦，咁其實就因為初頭我想。由最久開始睇全民造星開始睇咧，就因為係想知，即係想認識每一位 Mirror 成員啦，咁啊或者其他歌手啦，即係如果其他歌手都係會咁樣做啦，咁就會係由佢啱啱出道或者可能之前參賽啦，咁我會睇咗佢先，因為其實我好想了解佢由最初到成咗名之後。嗰、那個過程啊，嗰、那個成長過程，即係我會中意咁樣睇咯，啊咁啊唔好介意啦，啊咁啊長氣多少少，咁啊今日咧就好開心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唔係講 Mirror 啦，亦都唔係講 Era， 咁我講邊個咧？今日咧就講呢位林家謙 Terence Lam。嗱、啊，你哋終於等到啦，係咪先？我唔係中，即係我唔係淨係講 Mirror 噶 ，OK。咁點解講佢咧？咁其實之前觀眾留言啦，即係已經同我講林家謙好犀利嘅唱作人，咁啊叫我做個 review。咁啊今日就即係適逢呢個 live， 咁所以我就做咗佢先啦。係啊，咁我可能之後再睇佢之前嘅片啦 ，whatever 乜都好啦。咁呢首咧就叫做時光。倒流一句話，咁我係第一次聽，咁啊就聽呢個 live 嘅版本，咁啊最後亦都會話俾你哋聽，咁我對於林家謙嘅感受係點樣啦？麻煩你哋喺開始之前咧，就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撳個 like 俾我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。如果我有逆轉。停一停先，我睇佢樣咧，側面咧，我仲以為係方大同嚟嘅添，好似樣喎個感覺。在近路，活著彼此任何，夢裏不見亂，我跟你，我會發展自己情緣。除非我有預知的超能力，能趁疫症不再缺時的秋天，如常地邀約你去落基山多瑙河，休假充電要親力，行程凍不等豁免，好特別，即係停一停，我想講，因為哇好多嘢想講喎。佢個感覺咧，首先第一個感覺咧就係好似有個朋友喺我隔離唱歌俾我聽，好親切嘅，同埋佢係好啊衰啲講句咧就係 hea， 佢把聲好 hea， 就即係好隨意啊把聲。就唱出嚟就冇乜修飾嘅地方，咁好即係好聽啲講句咧，就係係啦，好聽啲講句就係唔做作咯，係啊，即係佢咁樣嘅用咁嘅技巧，其實我諗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用呢個技巧，定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咁嘅人啦，好隨意啊，好隨緣啊，咁樣去唱咧，係咯。其實我不變，而能大到可。真相改真
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，断然未接受，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，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，我喜欢你不开口，真系好。好隨意喎、啊，佢即係其實即係你中意佢就好中意佢，好唔中意佢就好唔中意，因為佢係嗰啲都幾極端喎、啊，嗰種感覺就係、是、即係唔好，即係唔好嘅一面啦、啊，即係叫做我即係我會覺得就係你會覺得佢 hea 咯，好 hea 咯，真係 hea 得好緊要咯。但係如果你中意聽，我又覺得佢係好舒服好。怎麼說呢，即是你聽落好似好綿好綿，好似枕頭嗰種感覺，即是在你隔離枕邊咁唱歌俾你入睡嗰種感覺，係咪呢？係咯，我暫時 feel 到呢樣嘢。十歲換做朋友，其實睇佢表情咧，真係其實佢係好用心，好俾心機去唱啊！即係你聽落去好似輕輕地咁樣咯，但係好有 feel 咯！即係佢個人俾我感覺就係佢好努力啊，佢好用心去表演啊！但係即係但係佢表現出嚟嗰種感覺就係好隨意，非常隨意，好做翻自己嗰種 feel 咯，係啊！佢唱出嚟好簡單，好似好輕輕帶咁，但係又入心入肺喎。點解會咁嘅咧？點解咁好？點解咁出奇嘅咧？我好亂啊！其實而家我都。即是我看不出他什么招数，你明白吗？即是好像我现在跟他比试一样，但我看不穿他，看不到他之后下一步怎样唱，怎样出招咯。咁啊，睇完啦。咁其實咧，就首先想講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首先我睇唔透嘅就，我真係，但系我個心係好觸動到，俾佢觸動到咯。係好老實講，我真係好少話係唔識講嘅。其實，即係除咗我之前睇阿 Anson Kwong 啦，咁啊
我係會覺得佢即係佢就係性格上啦，即係因為全民造星一個，我睇翻佢就即係好似性格上係比較矛盾啦。咁我係睇唔透啦。咁但係我都叫做知道佢類似諗嘅乜嘢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個人係點樣啦？林家謙就好亂啊！真係搞到我係即係我唔係話佢唔好，我係覺得好 OK 添。其實即係佢係。他唱功那些是 OK 的，即是不是超好，但是 他有一點陳奕迅的感覺，是不是呢？即是觸動到一件事，就是可以 connect， 即可以 connect 到，我覺得他們非常喜歡。其實這首歌是很好聽的，這首歌基本上我覺得我是會不停翻聽，因為很入腦，很洗腦，很好聽。那他把聲和他的唱歌技巧呢，啊，有啲似周杰倫，係啦，有啲似周杰倫，又係女女地，但係就係好聽咯。暫時睇落去咋，呢個係好個人嘅感官。OK， 咁啊，係啦，咁呢個就係我對於林家謙嘅第一個感覺同埋反應。唔知你又覺得林家謙點咧？咁啊，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咁啊，今日就去到呢度先。咁啊，記得就之前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 ，like。呢段片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，記得我阿傾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